条路而已，出去进来这条路而已。是吗？啊，在这边这条路很多车，其他路就没有。我上去，免得上，接下来找地方上。看这条镜子，很大。这个原野是有一沟子，还有些地方是全部一起。这边哪都，是你看，住在山上。什么屋子那么大，还有泳池，是不是公家的是吧？那么大的这，你们在山上呢？这里屋檐很大，然后什么都遮。那上面。但是我不喜欢住这里，很闷。什么？那我的下不去，为什么？我不懂哎。还租给别人的吗？我看这个，这个应该是。哎，欧洲木真美耶！你看还有大象哎。这个新的是吗？新摘下的。这很大的，这是多，是，这是，这是，基本很大，靠，这个是公司的设备啊，这个一间就很多，四间屋子，这个是不是一个，就是四间。你看得出。这个没有人住，太远了，里面要坐车。哇，这种，这种是外国人来住的，很大，这种是公司啊，租给他们的。还有网球。这边就是了。这边就很多很多这样。如果这里还有建筑就是你这边第二边还是啥？四楼啊，这个是很多是19K。这里。在看到完成，没他无面的，但是比较远，没有方便，不方便了。我来这里，我就难这样，我一开始。这里，这是一半半啊，刚才是。一整间就这样子一般般，这一般般也很大，好蛮高啊。这不要救我这，叫什么花蜜？
尤其是从就你看从建的嘛，山上，它在山上面。这些应该是很久以前买的，然后做成这样，这什么没有做好，就没有弄好。有弄好。这前面的是。啊，这个也是，也很大嘛，很多，你可以看到很大。嗯，半间半间，这里是空的。哦，你看里面可以。就往这边走。在山上，在山上，我这边就打了，还有我外面。这里那边有一个条路，神木就很近，靠近那个叫一个公司。那这是这好多很多这样，我们现在流行这样，比较大件的就这样。我们这是在山上。在装修啊，在装修。嗯，我们去，卡了的，太卡了。印度啊？没不懂。这个有。整间呢？看这个就是整间。嗯，很大，现在很大。哇，看这很大。嗯。这也是。现在全部是这样，很大，一样 condo 啊，这个。嗯。哎，人 condo 是人还是公家？他们 share 的吗？啊，这个是那个staff。design 很流行，你看看，特别。Right。 等一下，等。这边全部围牌。这里留给我住，这里我会开车，因为我有事没事。就 grab 了咯，我真贱。边上面有什么？很高又很大，我讲这边，好，这边几个，我这还有garden，那个garden大，比较大，还可以踢球，可以种菜的。里面还有这样，小心。我们这个后面呢？前面这个门那边，小心有车来。太多。
ดูตา哦，真尖。嗯。这个还有楼梯上去。这个也是漂亮，这它有它树。一下。